5月30号，中国内地女演员林允在微博晒出一张自拍，配文写道：“喜欢，表达对身上穿着 T 恤的喜爱。”照片中，林允身穿白色短袖 T 恤衫，衣服中央印有搞怪卡通肌肉人，薄荷绿状嫩黄色美甲，清新自然，对着镜头 wink， 甜美可人，还把手指放在嘴边，楚楚可怜。粉丝们也争先恐后表白：“啊，宝贝好美，好看死了，宝贝，仙女允。”也有不少粉丝追问林允：“是喜欢我吗？这个短袖好好看，想问哪个牌子，想要 get 同款。”场面逗趣十足。林允因出演星爷的电影《美人鱼》瞬间走红，被大家所熟知。随后林允还拍摄了很多优秀的作品，呈现在观众的眼前，精湛的演技被无数观众称赞。目前才23岁的林允，事业上发展非常好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